包装的产品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机器呢，包括两个机型，一个是我们叫L型包装机，这个后面呢是一厘米的收缩机，这两款机型的配合就能够让产品完美的包装。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器的操作流程。接下来看一下操作这一台收缩机，这里有四个按钮，我们先打开电源，然后打开加热，加热在这个地方。 它有一个温度的设定，一般情况下是在140度到150度之间都 OK， 开的是输送，然后关机 ，OK， 这个是调整输送的速度的。好，这样开机以后，我们就等它温度上升。收缩机开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来把前面这个 L 型开，首先也是电源打开，然后加热的部分，加热。 加热的部分一般是在180度到250度之间都是 OK 的，看你们的模材的厚度。在等待机器加热的时候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下穿模哈。这一台机器用的是 POF 对折模，对折的。好，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个模子怎么穿上去。正常的人呢，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。 OK， 是比较接近的长度了，我们跑一个看一下。
此完成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就包装成功了。那这个产品呢，我们是用的 POF 的膜材的厚度是0.0085，所以它切的线非常漂亮，线体非常。